今天呢，带我们来看一下 Sony Mobile 专卖店有哪些特别的服务呢？走吧。推出新产品的时候，在 Sony Mobile 专卖店都一定会展示这些最新的 Xperia 手机，让锁粉们可以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抢先体验这些新手机的握感，还有最新的功能哦。Xperia 手机总是会加入许多好用而且最新的功能，但是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话，该怎么办呢？没问题，门市人员都是非常专业的达人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请教他们哦。只要你是在 Sony Mobile 专卖店购买 Xperia 旗舰手机的话，就可以成为 VIP 会员。那成为 VIP 会员有哪些好处呢？像是啊，你的保固可以从一年延长到两年。另外呢，在你生日的时候， Sony Mobile 还会准备生日礼物要来送给你哦。今年的生日礼是这一组很精致的环保餐具组，非常高质感而且实用。另外 VIP 还有1000元的购机优惠，不论是自己用或是送给别人都可以哦。如果想要买 Sony 原厂配件的话，这里有提供特别的优惠。还有啊，手机或平板维修的时候，贴心提供备用机服务以及维修零件费用93折优惠哦。想要购买最夯的 Xperia 手机吗？ Sony Mobile 专卖店每个月都会针对特定机型推出购机活动，还有为了锁粉量身定做的专属购机礼。在入手 Xperia 手机之前，记得要先来 Sony Mobile 专卖店看看哦。 Sony Mobile 专卖店在销售产品上致力满足消费者的需求，除了现金支付之外，还提供了刷卡服务，更贴心规划了6期、12期零利率分期付款。另外 Sony Mobile 专卖店也提供了旧换新的服务，环保又能够换新手机，实在太棒了。如果你是在 Sony Mobile 专卖店购买 Xperia 手机的话，有任何手机的问题都可以来到门市询问，门市人员会先帮你做简易的手机检测以及状况排除哦。如果遇到手机需要维修的时候， Sony Mobile 专卖店提供代客送修的服务，不用亲自跑去维修站哦。或是当新软体推出的时候， Sony Mobile 专卖店也有提供您快速的软体升级服务哦。相信大家都应该有这样的经验，当你送你手机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拿去一般店家维修时，可能店家都会跟你收取一些维修费用。但是啊，如果你是来到 Sony Mobile 专卖店，这些贴心服务都是免费的，而且都是最专业的。所以说啊， Sony Mobile 专卖店就是你的好邻居。